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收看《奥利莫 League》第216周冠亚军。这是一个 BO5， 由 Creator 对上 Sola， 右上角红色的虫族是 Sola， 左上角蓝色的神族是 Creator。好，这边大家也体验到了海啸的滋味。对，然后这个包括的赌盘啊，我决定分两个阶段开啊。对啊，如果3-0的话，就没有第二阶段了。对，对，上来，对，那个你们自己注意一下，我是开包三，前三把打完谁赢的比较多啊？就是2-1的话，就看哪边是二嘛，对不对？那3-0的话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分两个阶段开啊，分两个阶段开，好不好？既然是个包五，我们就开两次盘。好，上来 Creator 的工兵是吸一下这个金矿吧，吸一下。Creator 也是一个开飞机大师啊 ，Creator 也是开飞机大师啊。哎呀，刚刚 Beyond 跟 Creator 那个，我开，你们不要那么瞧不起 Creator， 我就跟你们说，他赢的几率绝对比那个跳死还高了不知道几倍、几百倍啊！而且明显 Creator 是有针对 Beyond 在打。好 ，VS， 所以选择了一个，不 ，Creator 选择了一个 VS 开。我们看 Creator 是不是又是开飞机的开局 ？Creator， 我上次看他打 PVZ 就是上来开飞机。说不定 Creator， 说不定 Creator 是3-0直接击败 Sola， 但这个好像有点偏难。我觉得应该那个叫什么？理论上来说，前面三把打完应该是 Sola。开大了，哦，三世纪看来下得很早，两矿的两 VS 啊，哦，这难道是？两矿先海虚空，两矿先海虚空，再来三开。那这样的话，一攻要不要早点按？但一攻如果早点按的话，虫族看到可能就会知道你是海飞者打法。这边观察要观察的点就是 Creator 什么时候去升这个一攻，或者是什么时候去下舰队导航台哦。怎么会跟跳死比？啊，没有啊，刚跳死拿了收了一分呢、啊，所以拿来比一下，很合情合理吧？好，大概四分半左右的三基地哦，是吧？暴力壁画虫过来咬这个教室，但是咬不爆，哎呦，咬死了一只，这样赚吗？七条狗换了一个教室，好，亏歪了，两BS。啊！怎么炸了？啊！蟑螂繁殖场炸了，改一下 BB， 有必要吗？还是已经100%？他应该是100%确定对方那两 BS 了，不然刚那个 timing 点蟑螂繁殖场应该是不会炸掉的。
3DS， 一公还是没有升级啊，时光往外走了。干嘛干嘛？好，虫蛛也在干嘛？虫蛛。这边没看到矿，要来戳基地吗？一只工兵，两只工兵。其实第一时间开出戳这三基地是有机会戳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炮虫现在才来，都打掉一半了。他第一时间开出，其实那基地是有机会掉的。嗯，奈子咖啡机不是常常被车过去，不一样啊。奈子认真开的时候就没有很常被车过去，而且你要想一件事情，奈子对是一个，我们讲一下好了，奈子应该就是一个下限6100，上限6500的一个神族嘛。所以他的实力就是6100到6500，对，最高分跟最低分，对，差不多就这样，我们合情合理的这样说。那 Sola 这个选手是怎样？下线很下线哦，就是状况超级超级无敌烂，好6500，状况好，6800、6900，对，那凭什么？凭什么这样子？Sola 打 Nice 还会输吗？那你不知道开飞机这个东西有多阴吧？施工施工，试着过来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Gradle 家里是放了舰队导航台，他空军一攻还是没升呢、欸。他这样打的话，空军一攻要早点升吧？还在出施工。我真觉得他这样虚空的弓毛都有对，它里面有个残血，哇！我他叠在一起，不让 Sola 去点。流体叶片，这个虚空的移动速度，那他怎么还没升空军一弓啊？真的有差的啊！你们各位观众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们要打这种空军文组的打法，一弓二弓越早升级是越好的。那个是真的差别很大的。下面是基地，要准备开哦。那Sola看起来是要后从赤蛇爬出去了，爬出去了。终于按了一弓，然后开始转航。哎呀，他这攻防太慢了啦。他的攻防真的太慢了，各位观众。啊，换家换家，换不动啊，换不动。正面刺着来了，按了一个 Big Mother Ship 圣母剑，在哪里？在三矿，虚空剑 recall 回来，超级电池开。追出去干死他！哎，赶快下电池吧！对，赶快下！还有没有光炮？下光炮，光炮电池。他一攻还没有好，哎呀！刺蛇有点多，还有毒爆，回的这波不好守。这个开了一个护盾，航母出来了。但是三矿电池的数量有点不太够。毒爆滚到黄战士身上，哎呀，再见了格斗。然后一共升完了，然后他不知道，他应该没有想到 Sola 会打这个一波出来。然后还有刚超级电池，我觉得开早。好，1-0。傀儡这个打法是可以，但是他如果知道 Sola 是这种一波的话，他必须要有
大量的光炮跟电池。你知道，需要大量的光炮跟电池。然后可能要，因为 Solar 是有带毒爆了，所以他可能要有再可能再多两只少尉吧，就他要放那个立场，让那个毒爆没办法把那个光炮跟电池全部撞没有，放个一两发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好，第二张地图是 Creation 的黄金之柱，右上角红色的虫族是 Solar。左下角蓝色的是 Creator， 好，处理档框，处理档框。这么多刺者，没有，那么多刺者就两种啊，一种要么就出闪电。要么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光炮电池多下一点，真的下好下满，就会有问题。然后你的攻防要够快，你们知道吗？你都那样打、啊，就不用怕虫族知道你在升那个攻防了、啊。只能说 Creator 可能有他的想法，有他的想法。哎、欸，我没切画面，我看一下，一分钟而已，没事。没事，好吧，没事。聊天室不要在那边说没切画面啊！我一分钟就发现了，我一分钟就发现了，对不对？一分钟就发现了。对啊，我们延迟大概一分半哦，所以。我有些东西没有及时回，大家不要太紧张，不要太紧张。还在吸。应该把 OBS 放在右边，这样我就不会忘记这件事情。上来挡个矿，没什么太大的那个。我们看 Creator 这把是 VC 开啊，是 VC 开。来，看到了吗？我很猛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哎呀，完蛋了！我今天真的肚子不是很舒服啊，又快要忍不住了，怎么办？VCVR， 对，看是四兵还是六兵啊？我觉得我马上回来，大家不要紧张。
什么？居然还没有结束？太优秀了吧！这边领先了将近80人口了。好，苏拉这波直接反推哦，除非这个时候有两颗猎光球命中红心，再加上一个超级电池，不然神都这边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救了。不朽还刚好走了出去，哦哇！雨扣，好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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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凉凉哦，2-0。哎，刚好2-0就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赌盘可以再开啦。那前三场打完，不管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已经是受到领先了。好，继续2-0，我们恭喜 Sola 是成功的，在拿下了一分哦。拿到3-0吗？啊 ，Cradle 选 Lighter Shade，Lighter Shade， 看来凉凉了，凉凉了。哦，看来 Creator 也要去厕所了，各位。他自己去厕所，查一下。马上回来之类的。啊，我盘开了，这看起来应该是，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收到3-0吧，应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。我觉得不太可能让他追上了，让他追上太夸张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第三张地图来到了光日影哦，左上角蓝色的神族是 Creator， 右下角红色的是 Sola。你们以为这个是 trap 吗？这个叫 creator， 好吧？上来挡矿。挡。哦，苏拉把三基地开在直线的地方，没有来开三角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变化，这是一个变化。
跟上来做个侦查。吸一下，再吸一下。看一下这个赔率，哦，哇哦，没事啊，刚刚 Beyond 也是这个赔率翻车的，这边看，这边一样，前期观战重点就是神族选择的是暮光议会的开局，还是说是星际之门的开局。他是冠军种族，偏难的，偏难的。好 ，VS，VS， 那 Creator 待会要面对的就是各种神奇的一波了，后虫一波，很多后虫的一波，带着赤蛇的后虫一波。各种一波啊，王冲没什么大的问题，那我还跟着这个王冲吗？我们换跟着这个教室，家里做了一个先知卷。在哪里？这两先知哦，两先知哎，奎尔斯哎，不，说了好像没看到。那狗，哎呀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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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矿有两只后虫啊啊！好，我确定了，他本人应该没看到。但刚好主矿两只后虫，我救了他哦。他本人应该没看到，他本人绝对没有看到。两仙之间暮光议会，三 BG 啊，四 BG， 两仙之间公诉教室，你还是忘记升空门了？哇，进去了，凉凉。这把神珠能赢啊！我就不行，我要提早关赌盘了。这个狗溜进去，溜进去太关键了，我要提早关盘了。93-7%啊！我要关盘了，各位。关，三开，那大家看 Creator 这公司教室还飘不飘了？理论上是不能再飘了啦，就可能做个两轮，不是一轮，第一轮一轮就是前面四只再加后面四只，做一轮假装压飘一下而已。好，教室有没有六个？走过来，再走回去。家里放机械研究所，发出巨像或者是电光球吗？索拉看起来要爬出去了，妈！要干大了，要干大了，还在压，还在压蟑螂啊！嗯，又补了工兵，嗯，开气了。嗯，干出去了吧？
就你的卧号啥？我是不会再中计了，我绝对不会再中计。好，蟑螂移动速度打到脸上的时候就会好了。炮虫先爬了出去，三阶地的地方又有两只先知在戳，三只工兵，四只工兵，三只。有没有感觉到一波巨象来啦？啊，不是，虫蛛来啦！这巨象，哦，他取消巨象做猎光球了。一个立场啊，部队被包住了，再一个立场。超级电池开，哎呀，不朽没了，直接带走。我们恭喜 Sola。3-0啊！还好谢谢 Creator 把 Beyond 打死了，我跟你还好谢谢 Beyond， 那个 Creator 把 Beyond 打死。要求出来，打了三个，那又怎么样？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恭喜 Creator， 我们恭喜 Sola， 3-0击败了这个 Creator， 成功的成为216周的冠军 ，Olimolik 的冠军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这个精彩的比赛，对不对？不精彩的比赛，我们今天对精彩的比赛，今天也就告一段落了。对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我们明天晚上10点会是有这个星图募资邀请赛哦，星图募资邀请赛，我们应该是三英战吕布。明天晚上10点，对，一样会是在我们这个星图的频道，我们这个蓝兔的频道一样会是有星图的比赛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哦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大家巴巴喽，大家巴巴。怪怪的，大家拜拜。